关三妹，你究竟是何人？居然敢挖地道，还挖到了汤木阁！我好吧，我实话实说，我是因为爱慕主上，所以不惜挖了地道。 姑原本原以为你是垂涎欲故，才费尽心思的接近我。可这地道之事，让姑不得不怀疑。怀疑什么？你不会认为我是要杀你吧？如果我要杀你，我当初又为什么要救你呀？ 话虽如此，可你说你挖这地道就只是为了偷窥谷，怎么想都觉得荒谬。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你俊俏的容颜已经达到了跌倒众生的境界。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。 坠入了那深不见底的情网，每晚我都想你想的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所以我不希望这地道，企图偷窥你。姑，那你为何对姑时而柔情？ 时而羞辱，甚至有时候还拳脚相加。你不知道，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吗？啊！我知道我现在不管说什么，你都不会信我了。我本将是赵明月，乃我明月赵公之。 就当我错付了真心。